我要为了你们好好照顾你们，爱护你们，甚至做出付出、奉献，还有牺牲。所以这一次我一定会长长久久。我把珊珊丢在家乐福了。啊？我只是很害怕，害怕我的人生就这样子，就这样走下去了。女人都是疯子啊，不会懂的啦。记得哦，他不要就算了，没你就对了。拜托。对不起。娘炮。通常结婚的人都多久一次啊？阿凤，刚刚大臣还有过来 ask 你哦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不会让你穿帮的。我不会穿帮的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我当时想得很清楚，我们都想得很清楚。啊，你这是别的了吗？那他막장이네막장이야그냥。야이거꽤로맨틱하잖아。我没问你，人生也许不一定是你想得很清楚，他就一定很顺利的。所有的最好都是从最坏开始的，真的。请你相信我，以后你跟我在一起的每一天都会是一张最美的婚纱照。